大家好，欢迎收睇咧就系动感教签活动领域嘅环节，继续为大家重温各项学界体育赛事啊！今集将会回顾2013-14学年啦乒乓球各项嘅比赛情况。一如以往啦，今届赛事咧将会分成男女子 A、B、C、D、E 共十组进行噶。我哋先睇下女子组嘅比赛啊！先由女 B 嘅决赛开始，对赛嘅两位运动员同样嚟自澳门方仲学校嘅，分别就系右手边嘅吴美琪以及左方嘅余嘉欣。吴美琪咧喺上一届 C 组咧攞到亚军啊，今年升上 B 组就即刻能够杀入决赛，咪证明佢已经有足够嘅实力同埋心理质素挑战一众嘅师姐噶啦。佢喺四强啦，3-0横扫队友吕卓颖出局，首次打入 B 组嘅决赛。至于佢今场嘅对手余嘉欣，喺旧年咧就系攞到 B 组嘅季军。今年以師姐嘅身份參戰肯定係壓力大增噶啦。不過面對住眾多好手嘅挑戰仍然能夠躋身決賽。佢喺四強以3-1淘汰係傅華靜打入決賽嘅。第一局雙方都互有攻守，分上分落嘅情況之下多次打成平手嘅。不過師姐余嘉欣可能壓力比較大啊，失誤亦都較多。結果吳美琪喺第一局就以11-8贏波，暫時領先嘅。去到第二局嘅時候吳美琪就好快咧係取得領先噶啦。不過余嘉欣嘅經驗始終都係比較好啲。喺比賽落後7-10嘅時候連續救到3個局點。最後佢更追至咧係10-10平手。由大好形勢俾對手連追幾分攀平，信心盡失嘅吳美琪之後接連犯錯，咪結果余嘉欣喺劣勢之下反勝啦，局數追成1-1。喺局數打成平手之後余嘉欣就越戰越勇啦。余嘉欣喺第四局更一口氣連攞6分，最後以直落3局局數3-1反勝對手吳美琪，首次奪得 B 組嘅冠軍。至於同時間開始嘅女子 B 組季軍戰啦，面向鏡頭嘅傅華靜上一屆喺 C 組攞到季軍，今屆升上 B 組志在吸取經驗，壓力當然冇咁大啦。面對住同樣喺今年升上 B 組嘅呂卓穎，兩人無論喺技術或者係打法，亦都係差唔多嘅。結果兩個人打足5局先至係分到勝負。最終傅華靜喺決勝局以11-7擊敗對手，奪得一個季軍嘅席位。而全日嘅重头戏当然就系呢场由澳门方仲学校嘅郭靖仪对住教业中学黄子谦嘅女子 A 组决赛啦。蓝色衫嘅郭靖仪喺旧年屈居梁安娜之后攞到亚军，今年再一次跻身决赛，当然唔想再一次饮恨啦。吸收过上一届失败嘅经验之后今场早段已经系毫无保留噶啦，多次起板都有收获。相反，黃子謙就係比較慢熱啦，好多時都係自己嘅犯錯之下係失分。結果第一局郭靖儀係以11-5輕鬆取勝。比賽去到第二局啦，黃子謙嘅表現雖然稍有起色。喺局初嘅時候仍然係可以同郭靖儀分上分落，更加咧喺對手身上攞到唔少嘅分數。不過去到中局嘅時候老毛病又再一次出現啦，越打越急嘅情況之下連失幾分嘅。
最终黄子谦再以6-11输多局啦，喺总比分方面咧落后到0-2噶啦。领先两局嘅郭靖仪，只要赢埋呢局咧，就可以顺利夺冠噶啦。虽然有较大嘅领先优势啦，不过佢一啲都唔敢松懈嘅。喺呢局不断抢攻嘅情况之下啦，最终亦都顺利赢埋，以总分就落3-0击败咗教育中学嘅黄子谦。麦国正义除咗为自己夺得一枚金牌之外咧，亦都令到澳门方仲学校啦包办咗今届女子乒乓球嘅 A、B、C 组嘅冠军。咪呢个时候，我哋就揾到女 A 冠军郭正义，问下佢究竟喺比赛里边咧又遇到啲乜嘢困难呢？我觉得喺比赛中最困难嘅系会遇到好多唔同技术嘅对手咯，好难。要慢慢適應他們的打法啊，和他們的節奏咯，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難去適應。我最感激是澳方咯，給到一個很好的環境我練波啦，和給到一些很好的教練啊，謝教練教我打波咯，所以我感激澳方這個學校。经过多个月的比赛之后，各组的冠军也都已经诞生。澳门方仲学校继续称霸学界赛的女子 A、B、C 组，而教业中学以及沙利头方仲学校就分别取得女子 D 组和女子 E 组的冠军。今集我们看到这里，下一次将会和大家看看男子组的比赛，我们下次再和大家见面，拜拜。